很多人说为什么有些人有善心，而有些人呢他没有善心，善心到底从哪里来的啊？善心实际上它就是从菩提心来的，因为菩提心就是本源啊。那菩提心就是我们学佛人的大善缘啊。如果你今天拥有这个善缘，你学佛了，你就会对所有的事情都往善里看啊。所以佛经经常讲善男子善女人。什么叫善呢？善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善良就是菩提心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善缘就是你自己种的善因才会得到这个善果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一善解百灾。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有时候我们今天学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另一套，所以这些修心根本不可能修到净光明心，就是干净的光明心。所以要把自己变得完全守心守业啊，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心在凡尘当中困扰啊，这就叫我们说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守住自己的心。整天想着了啊啊，哎呦，最近呀，圣诞节到了嘛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放松一下？一会儿想一想，哎呦，今天又是要过年了。再过两天想想，哦，这个 Easter 待到了，那么就是我们叫澳洲叫复活节啊，清明节到了。你看人的一生不停的有节，你就跟着这个世界心不停的在转，你怎么能修得好心呢？所以修心，所以为什么菩萨喜欢啊这个一心一意的人，经常随着人间的这些节气的变化，心不稳定，不停的在啊转换着自己的内心，实际上他就很难把自己的心变得啊俱灭，就是说安静啊，把自己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灭掉。所以佛陀经常跟我们讲，要我们要灭度自己身上不好的习惯，不要经常想到人间的事情啊，人间福分来了你还是一样继续积福积德啊，你的智慧就不会有漏。你今天有灾难来了你还是这样，因为知道自己的因果来了，所以继续的积福积德，继续的修心念经。你想想看，时间长了你怎么会不增加福分，没有增加，怎么可能没有增加智慧？所以一个人学佛修心就是靠着自己努力啊，就是靠着自己。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学佛就要体悟人生，体悟人生就是要感觉，感觉觉才会开悟，叫觉悟，叫开悟。所以悟就是悟性，悟就是让这个自己了解自己，也能让自己了解别人。当一个人能够了解别人，你实际上就在开悟。当一个人能够了解自己，你的脑子、你的行为、你的思维，你都会变得越来越如理如法。这样的话不就是正知正见吗？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虚幻，不知道什么叫消业障，不知道什么叫正。台长告诉大家，首先要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是好是坏，首先要感悟到别人是怎么想的，首先要放得下，
否则你永远会有邪知邪见。所以台长跟大家讲，我们做人学佛，有的时候要落实到自己的功德上和行为上。嘴巴里讲我开悟，碰到事情就失悟，随缘不造业，因为造业就是逆缘，因为你明明做不到的事情，你拼命的想去把它拧过来，你一定会造业。所以佛法界讲啊，我们要无相，要去无相，观无相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来了都如如不动，什么事情如如不动，没有念头，你不会造业啊。你不会造业，你就懂得了没有念头，你哪来的业可以造？今天别人对你好坏，你都没有对人家好坏的念头，你哪来的业可以造？如果你有念头知道别人对你好坏，你就在造因了，因为你对这个人对你很好的，你会对他很好，你造了善业，但是这个人对你很不好，你造了恶业，实际上你还是在增加这个人间的情和人间的这个命运。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学佛要去除这个我相，去除这个心，连心里什么想都没有，叫无为。无为就是无为无无为，无为无无为就是开智慧。我今天不想在人间做什么，我就要好好的懂道理，我要包容别人，我要圆融，我要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，我要涅槃俱净，一切皆空啊！想一想，人的意念一会儿出来一个，一会儿出来一个，这样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智慧。所以当一个人不管种什么善，种什么业，实际上稍微意念一动你就造业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对这个世界有看法，你已经在造业了，因为在你心中出现这个是好人，那个是坏人，好人就是是的，是好人，坏人就是非，不是好人，所以你的心中就装满了是非。所以怎么样来去除呢？就是慢慢的要懂得无念。实际上无念在学佛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啊修得非常境界高的，因为当你无念就是没有念头了，你哪会造业呢？你连自己的念头都没有了，你怎么会造念呢？举个简单例子，别人骂你，你有一个念头，我是学佛人，他骂我，我不能骂他，好吗？很好，但是这个对学佛的要求还相距很远。如果你是菩萨的话，人家骂你，你觉得他很可怜，而且一会儿就想都不想，念头都没有，根本没有去想到，哎呀，他在骂我，你就不会造业。如果你今天想到他在骂我，你可能就会想，这个人是个坏人，这个人他在造孽啊。所以学佛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无念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有时候要懂得，一个人一生啊就是被这个念头控制住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被念头控制住了？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，我们想要做这个事情，我们想要嫁个好男人，我们想要娶个好老婆，我们想要有个好工作，什么都想啊想啊想啊，没有得到就叫妄想，拼命的去妄念。你自己应该好好的努力，而得到不得到那是看你的
修行和看你的本身的福德，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发菩提心，你就会万事如意。如果只要你在心灵上还在造业，你一定没有福报，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灾祸发生。所以希望你们大家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脱离六道，怎么样让自己修到后来无念就到觉悟。所以觉悟在无念当中觉悟，那才叫正知正觉啊。一个人觉悟了，想穿了，看明白了，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坏的。因为有正知正觉的人知道人间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，并不是我一个人所承受的，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各种让你承受压力的情况发生，所以你的心里就会得到正知正觉，不会难过，不会伤心。所以把佛的一些理论和知识好好的放在心中，好好的去学习，去运用到自己生活当中，这就叫正知正念。